1989年6月4日，天安门广场清场之后，当局开始大肆搜捕21名学运领袖。这张通缉令封存在法王的报纸里面。这21个学生，六四之后有14个坐过监，有些流亡海外。六四30年，我们尝试找了21个当年的通缉犯。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段段无法抹掉的记忆。现在正式开始。今年2月，纪念六四30周年的雕塑在美国洛杉矶落成，海外民运人士聚首一堂，当中有一位来自内地的稀客。1989年到现在30年，第一次有机会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公开场合，我们来纪念六四的牺牲的学生。郑玉光在通缉名单上排名第9，今年50岁，这次是他第一次来美国，抑压了30年的情绪终于有机会释放。大陆每年六四我都很沉重，可以说是一种烙印吧，但是这个烙印已经变成数字了，就是我会看到89，我会直接联想64、89、64，这个惩罚口诀表都变了，是这样的，这不是笑话。那我觉得到这儿这种释放感，好像治疗一样。1989年4月开始的北京学运，郑玉光是其中一名在广场绝食的学生，他一直留守到清场，2个月后被捕。判刑2年。通缉名单上的学生领袖先后流亡海外，好像郑玉光咁留在国内的只是少数。国内的呢，就是翟伟民、王正云、马少芳、杨涛、王志新，1、2、3、4、5，张明6，现在还有一个郑旭光，现在在硅谷。7个人，就是30年来一直在国内没动窝的。所有同济里头，可能我来往最多的是马少芳，所以他后来讲就是"光不离方，方不离光"，经常给我来讲这一句话。马少芳仍然活跃参与民运工作。2018年接受过铿锵集访问。今年在我们访问他的前一日突然被带走。说你那么没用再弄了，已经被侦查到了，取消，全部都取消，那个我也不会去了，我现在就被找着了啊。另一名留在国内的通缉学生张明本来也答应接受采访，不过评估局势之后又说不想露面。7个仍然留在内地的前学生领袖，有2个已经联络不到。六四是内地的禁忌，仍然留在这里的前学运领袖都要保持低调，亦因为这样，30年后外界少了关注他们。铿锵集记者拎着这份通缉名单走访各地，希望找回想中人。今天的茶泡的有点味道。我们来到山西，找到当年有份代表学生和李鹏见面的王志新。他现在很少向人提及六四，
但心里面仍然有深刻的回忆。围绕着纪念碑那面旗帜，它是一个凝聚力量的，它是一个象征。那个画面我忘不掉。九一年坐完监之后，他一直找不到稳定工作，最终回了家乡做医疗设备的销售，过低调的生活。我的一个朋友，画家朋友，给我写了四个字：艺、富、足、居。你要静下来，观察，去反省、认知。啊，那足居呢？你不要急于做出行动。那最后有没有行动呢？肯定会有行动的。仍然留在内地的前学生领袖，都生活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下，不轻易再公开参与政治活动。我们去到河南，找到通缉名单排名第六的翟伟民。他被判刑四年，出狱后仍然很活跃。他是留在内地的学生领袖中通缉排名最高的一个，一直被长期监视。他约了我们在相熟的餐厅包厢见面。他现在在一间私人企业工作，因为要顾及公司和家人，已经甚少接受采访。今天我们决定答应接受你的采访，实际上是考虑再三，就要加上这个三十年嘛。当时讲，虽然三十年对那个事情的期望，对政府这一块来讲没有期望，期望不大，但是对自己来讲，确实这个心结还是有的。对于六四遇难家属，不可以公开悼念死难者，都是一个心结。翟伟民在2013年为死难者搞了一次公祭，他觉得所有参加学运的人都是无罪，所以30年前他都不肯在法院的判刑书上签名。当时我说：“那你这次你的意见，你签吧，我不签。”这样一个感叹号，签了个名，然后被车里放过就走了。啪了一放过，扭头回牢房去了。我没跟他们打招呼，我就啪了一放过，扭头就走了，自己回去了，一点不怕他们。当时因为我们确实不怕他们，内心很强大，我怕他们干嘛？正当比他更受传媒关注的战友一个一个流亡海外，翟伟民坚持留低，继续关心中国民主发展，想看到六四平反的一日。在历史长河中，三十年不算什么，但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，三十年真的太长太长了，我们都不敢想。我觉得这个时间，就在这个历史事实嘛，总是会有一天要真相大白，但是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长时间。天安门广场是这班学生30年前一起追求民主梦的起点。现在他们已经走在人生不同的分叉路，各人散落在不同的地方。像这个我们基本现在是一个王朝华大姐啊，这个王朝华在哪呢？这个大姐这个一直很关心她，因为跟我当时关系非常好，但是一直联系不上。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了。多久没有看？三十年，对，对。89年时候，很短暂的时间呢，就是30天、40天的样子啊。到了最后镇压之后，就是一种生死与共的感觉。流亡海外的前民运领袖离开祖国，回不到家乡，身在远方又可以为中国的民主做些什么呢？
Right. Yeah. This is the morning after. Wow. Look at this. I mean, it's amazing. You have kept it so well. 周峰所24年前流亡美国，2年前放弃投资管理公司的工作，全身投入民主运动，在海外支援国内人权组织。他和朋友原本打算趁六四30周年展出一批有关六四的艺术品。在发布会前一日，他们突然收到画廊通知，拒绝借出场地。每次碰到这个事情，我当然很气愤，但是也感到很有动力。不管共产党有多邪恶，它的影响多强大，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，把这个历史的真相保留下来。几年前，他曾经成功闯关返回北京，后来被遣返美国。他慨叹，随着中国经济崛起，影响力越来越大，要在海外推动民运，无论是资源、空间和参与的人都越来越少。我们现在要去王有才家里，他也住在新泽西，离这里不算远，也不近。6月13号的时候，我在广州嘛，我在广州中山大学，然后我当时他们说通缉了，我知道我肯定会被通缉的，所以我没有去看电视，然后他们去看电视，人过看好以后过了说不像你。王有才2004年来到美国，之前他因为六四同筹组中国民主党坐了2次监。初来到仍然好积极推动海外民运，但而家已经觉得冇乜空间。我以前的想法嘛，就是中国还是要向民主化转型嘛，就是说，所以说有慢慢的推动，尽管可能有很危险，但是就是慢慢推动。现在感觉这个你没有，就是没有空间去推动，就是这个变成这个压力很大，所以。感觉到这个只能等，变成只能等的有一种。我经常说，我这是老华侨心态，离彻底淡出也不远。毕竟这是完全两样的生活，这里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节奏，你每天要干什么？你一旦打破这个节奏，你的生活也会很混乱。你像我这样，的确就是我把这个完全打破了，我的生活就彻底碎掉了。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30年后，有人淡出，有人选择原谅。我哋曾经联络柴玲，但系佢冇回复。有人就回国从商。李陆话经过考虑后，决定唔接受访问。那李陆呢？他也不会接受访问的。因为他经常会回中国啊，接受访问也不方便。我们也是好多年不接触了，基本上不太跟我们来往的。柴玲好找，他也是不太愿意接受访问，最近吧，他可能是忙吧，忙事业吧。张伯立六四时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和绝食部副总指挥。通缉令颁布后，他在中苏边境匿藏了2年，最终偷渡到美国。点知一到美国就入了医院，当年医生怀疑他患了末期肝癌。如果我知道我是这种病的话，我不应该离开祖国，我不应该离开中国，而且我应该到监狱去。我要死，我要死在中国。曾经徘徊生死边缘，张伯立后来选择入读神学院，成为牧师。让明天能记住今天的怒吼，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。
这个我们六四在海外的学生啊，大概都会唱这首诗歌，这首歌叫《历史的伤口》。团结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游行回来，回北大，我在宿舍里，我们的老师带着师母来，带着水果来看我们，一个一个给我们鞠躬。说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中国有你们，中国就有希望。六四的受冤屈的人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宝血来遮盖他们，主啊，为他们伸冤。张伯立依家少谈政治，亦淡出民运。不过身为广场嘅幸存者，佢继续透过传道宣扬当年对民主自由嘅追求。有的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讲我的信主的见证，一定离不开六四，是因为六四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我们的思想的自由，言论的自由，我们宗教信仰的自由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不可剥夺的权利。如果任何一个政府剥夺这个权利，我都觉得我们应该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把它拿回来，这是应该的。30年内，有人退下火线，有人低调过活。上个月在台北举办了一场纪念六四30周年的座谈会，不少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，好像王丹和吴以开希都有出席，当中还有流亡了去美国的封崇德。六四到今天的暴力，就是对结构性的暴力来控制海外的民运和国内的民运。封崇德89年时是广场副总指挥，他说30年前做了一个决定，至今仍耿耿于怀。89年6月4日凌晨，军队入城。广场上的学生争论究竟应该留守定是撤离，为了减少伤亡，他最终下令撤离。在街上堵军车、堵枪眼、挡坦克的这些同学和市民，他们就是希望我们坚守在广场上的。但是最后我们撤了，而且这个撤的命令是我来下的话，我知道这一辈子都会觉得很对不起他。但是这种 guilty 就是很深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会原谅自己，说我就好好去过我的日子。这个是华叔提的字。30年来，他坚持收集和整理六四资料，又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，抗衡官方的论述。他形容这场是一场记忆的战争。其实从六四屠杀一开始，这个记忆的战争就开始了。而年轻的人越来越不了解的情况，那这种记忆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共的这个暴力所延伸出来的，对我们的一种软性的这种控制。所以我也会一直应战下去。这个战争，我坚信还是追求真相的普通的民众和历史的这个真相哈，会站到胜利的一方。很努力的让人民遗忘的是共产党，同时让人民遗忘不了的也是共产党，因为共产党还在变本加厉的继续做他的那个专制者。越来越艰难了。你比如很多年轻人，你就是跟他讲这段历史，他就算真的愿意听，他也不见得会相信你。做见证就是八九精神的一个延续，对吧？但是我不能在广场，但至少我不断地提起广场，
这就是把八九年的事情继续延续。所以我相信有一天我们21个人不仅会见，我们还会在一起照一张相。我觉得我们还在坚持，坚持一直到中国民主化那一天，我们就回中国见。